阿父神，感谢你，十架的爱是何等奇妙，让我们生命从此不再一样。主啊，在你的殿中，在你的爱中，主啊，我们就能够擦去一切的泪水。你要将那忧伤的变为喜乐的，擦去我们羞愧的过去，让我们可以勇敢的向前，来看前方的路，前方的一切，主啊，都掌握在你的手中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就能够很安静的来跟随你。谢谢你这样子安静我们的心，在你面前。在你的殿中，主啊，要来敬拜你，我们要来读你的话语，我们要来默想，主啊，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何等大的奇妙的动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主啊，谢谢你这样子，让我们能够脱去旧人，能够穿上新人，能够在你的爱中，主啊，就能够成为那光明之子，就能够成为那新造的人。愿你亲自在这样的时间当中，主啊，在以下时间当中，主啊，你拥有我们整个会场，拥有我们整个人全人的一个生命气息。我们的心，主啊，我们的耳，我们的眼目，主啊，我们全人都掌握在你的手中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亲自来对我们启示你宝贵的话语，你奇妙的旨意，就要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当中来展现出来。求你的圣灵亲自保守我们的心，使我保守一切，因为所有一切的果效乃是由心所发出的。主啊，我们要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摆上，排列在你面前，还是这样感恩的祷告，在你面前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。阿们，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记载在《民数记》第十四章第二十四节。《民数记》第十四章二十四节。《民数记》第十四章第二十四节。唯独我的仆人迦勒，因他另有一个心志。专一跟从我，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，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。我们一起再来念一遍：唯独我的仆人迦勒，因他另有一个心志，专一跟从我，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里，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。愿神现在祝福供应他话语的人，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洪千惠传道。